胃没有吃早饭，然后可能就是有点不舒服，就没有播了。哦，憔悴了一点，有。开美颜，我没有开美颜啊，我把美颜都关了，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，不显示那个无美颜。你们那边显示无美颜吗？但是我这边怎么不显示啊？我把美颜都关了，怎么还不显示呢？这段时间我干什么去了？不舒服，不舒服，我就没有播了。谢谢卓绝，不用，你们不用给我刷礼物，我就是很久没有直播了，就给你们上来聊聊天，你们也不要去跟我刷礼物。哦，显示了，显示了。对，你们喜欢我的话，可以给我点点赞，点点赞就好了。不要去给我刷哈！还好久不见，好久不见。啊，后面是我家，后面是房子刚建的，差不多了。看到别人就是说，也挺想我的，我还挺高兴的。家里太冷了，就穿得很厚。我都不知道说什么了。对，你们喜欢我的话，可以给我点点赞，因为很久没播了，可能就是，也没有人气了。我没有去生小孩，我要是生小孩，怎么可能这么快，对不对？我就是生病了，就没有去直播嘛，都不会播了啊，因为很久没有播了，应该有三个多月没有开直播了，三四个月吧。对，喜欢我的话，就是给小昭点点赞吧，也不要给我刷礼物，真的。还挺紧张的。嗯，我看到很多评论都在问我去哪里了，还有就是，你们在担心我，我还是挺感动的，嗯。我看到很多小黑粉啊，说我这说我那，但是很多铁粉都在鼓励我，我是很欣慰的。你们不用为我就是打不平，因为很多小黑粉也会攻击你们，所以说就是这样。我没有办法，太害羞了，很久没播了。没有，就是特别感动，因为很多粉丝就是在鼓励我，但是有很多黑粉还黑我，他们就是为我打不平啊，就是跟小黑粉就是那什么，我很感动，但是不要为我去打不平了，因为小黑粉也会黑你们的，所以说别连累到你们就好了。但是很多人跟我
发私信，但是我回不过来，所以说可能有的向我打招呼问我在干什么，我就是可能就是有的没有给你们就是发信息。我现在在家里，我现在在家里。谢谢败家爷们，不要给我刷哈，不要给我刷礼物，就聊聊天。你们喜欢我的话，给我点点赞就好了，也不要去跟我去刷礼物哈。说说我现在的现状，现状就是，生病好了，现在就，把房子也给建好了，现在就直播了。但很多人都说是不是没钱了就过来去直播，谢谢送的亲吻，怎么说呢，开直播也是为了钱，实话。老爸接回来了吗？谢谢报应，我爸到现在为止还下落不明，也不知道怎么样了。就是下落不明。大爷呢，很多人说我这个房子是大爷给我建的，我承认之前我直播的时候就是有个爷爷一直帮我，所以说房子一盖好我就给你们看了，我也很感谢就是他给我，就是你们之前支持我，我也能把房子给盖起来，我也很感谢他。就是如果说没有你们没有他的话，就没有我的今天，可能是刚开播就是人有点少，不过没事。卡了吗？应该还好吧。我没有结婚，没有去结婚，因为我家里太穷了，我爸又不在家，所以说没有人跟我说媒的。就是前段时间有个人跟我说媒，说的是我都不好意思跟你们去讲，因为我觉得可能在你们眼里我好像有点小本事，是个小网红啊什么之类的。但是我们村子里面的人不会这么想的，他们就觉得你爸又不在家，然后呢妈又生病，爷爷奶奶又老了，年龄又大，所以说我弟还没有结婚，我就是我家里的顶梁柱，所以说没有人愿意跟我相亲的。就是前两天相了一个，我不敢讲，我怕说出来的话就很丢人的，你们想听一听吗？我觉得特别丢人。我甚至有的时候我在想，我说我真的有这么差吗？怎么给我说个那样的？所以说我到现在为止我都不敢提以后的另一半。你们想听吗？想听的打个响，因为都是老粉，都是铁粉，我也你们问我什么我都会说的。我妈老是说你不要在直播间里老是乱说，你一说的话村子里面的人啊不就更知道咱们家的情况什么之类的。但是我不跟你们说我跟谁说，再说我又不会才艺，对不对？说点家里的事情嘛，想听。前两天有一个就是媒人跟我说了一个，你们猜是什么样子的，我到现在为止我都释怀不了。给我说了一个二婚的，个头1.5米，还带了俩孩子，还都是男孩。你要说我要是家，他是那个做小生意的，在工地上面就是做点小包工头，然后媒人都说啊，他说人家虽然说有两个儿子，但是呢人家对不对，也有点小钱，说你家里就这么个情况你还挑三拣四的。然后所以说我到现在为止我都不想再讲结婚的事情，也不想提这些。那个男孩子年龄比我大吧，应该40多了，比我大个十几岁，三十多，个头1.5米。我跟我妈说，我说再矮一点儿，他就可以，哦，不说了。对，你们可以给我点点赞，对，可以给我点点赞，不用去给我去刷大礼物。对，你们给我来看我直播就是对我的一种支持吧，因为
也你们就是也不要去跟小黑粉去为我打不平啊或者怎样，不用的，因为你们那样说的话小黑粉也会攻击你们的，所以说你们来看看我就好了。对，喜欢我的话可以给我点点赞就行了。对，说句不好听的话，不是那个就是六大郎吧，比五大郎稍微又高一点点，就是那样。你们不要看我就是家里没钱，但是哪个女孩不想挑一挑，对不对，叔叔阿姨们都想挑一挑的。那好家伙，俩男孩让我去做那个小妈，对不对，我也不想愿意。谢谢超印，谢谢刚哥，不要给我刷啊，欢迎猴哥，不用给我刷礼物啊。你怎么黑不溜秋的？没有办法，长得就这样，长得就很黑，又是老是晒，所以说就很黑。谢谢沈，谢谢沈哥。对，你们可以给我点点赞，点点赞，不要给我刷了，因为给我刷礼物也都破费了。刷的越多你越高兴，是啊，因为我开直播，我要是说，哎，我小赵一毛钱都不想那什么，也不可能，对不对？但是刚开播，我也不打算，以后我也不打算，就是让你们给我刷礼物去挣钱，所以说，你们刷一点我就挣点，不刷的话我就挣不了啊，所以说，刚开播也不用去。破费了，见到你爸没？没有，我做梦都不带梦见过一回的，更别说现实了。我没有去坐月子，我也没有去怎么样，我就是生病了，就没有去直播了。强子要你来江西带骑乘，但是我现在刚播没有流量，我带不了的。带的话，也卖的很少单的。面色不好，我也不知道，就长这样吧。强子在榜六，强子上个榜一的话，我就考虑一下吧。什么病？就是有点不舒服，就是可能早上又不吃饭啊，又或者之前就有点小问题就没有看，然后就拖着拖着就成大病了。然后就小半年三个多月没有播了。你是不是贫血啊？有点贫血吧。美颜了吗？没有开美颜，你们那边有显示美颜吗？但是我没有开呀。你们那边有没有显示无美颜？我没有开。哎呦，很久没播了，还挺紧张的。天冷了，房子怎么还没有装修好？因为建到一半没钱了，然后呢，又干干活，然后又盖的，然后干几个月的活，然后还有我爷爷、我奶奶、我弟，我们几个，然后又干几个月的活，然后又盖房子，要不然早就盖好了，盖一半之后
没钱了，真的，但是现在没有流量了，没有办法，我爸又不掏钱的，我爸一毛钱也不掏的，所以说建房子的话就靠我们几个，嗯，还有我爷爷、我奶奶、我弟，我妈生病也挣不了钱，所以说盖一半就是怎么说呢？你盖房子之后啊，别人建议你盖这样的比较好看，那样的好比较好看，你用这个材料会好一点，然后呢一直往上面加，加的话钱也多了，所以说本来预算是20。十几 W， 20左右 W， 现在都20多 W 了，所以说预算不够了，就盖一半先停一停，然后挣点钱又盖了，就是这样。但是没关系，我相信只要努力的话，也快盖好了。说话都积点口德，没事的，没事的，他们想说什么就。说什么强子卖7成养我，强子一天就卖20-30单，一单的佣金应该7块钱，还不够他自己吃的呢，还养我。对，你们可以给我点点赞，叔叔阿姨、哥哥姐姐们。对，很久没有播了。看一下你家的房子，我把手机固定好的，看的话，我手机就只能拿掉了。啊，对，我现在就是刚开播，没有流量，没事的，心态好一点就好了。这不是别墅，我刚开始就想只想盖个小平房，就平平的，但是现在不流行那种了，就是像小别野一样。就是这种造型，所以说预算就多了，就没有钱了。你爸在外给你找个小妈，那不是小妈，如果说有的话，怎么说，叫什么？不说了。找到你爸了吗？没有，没有，没找到。没找到，谢谢卓爵，卓爵别刷了，不用给我刷了。哎呀，这么紧张，几层楼？就一层，是平房。平房，直播间里，都是哥哥多还是姐姐多？男孩子多的话扣一，女孩子，扣个二吧。谢谢隔壁张大爷。生孩子了，我没有去生孩子。要生的话，对不对？那现在肚子都很大了，没有生孩子，也没有，去怎样，也没有去跟别人跑。什么还有人说我是不是跟别人跑了什么之类的，没有，因为我家里这个情况，我想跑我有心也没那个胆，对不对？谢谢送的墨镜，怎么还有人给我刷礼物？你们不要刷了哈，别破费了，心态好了，不是烟月姐，不是我心态好了，是我很久没播了，可能播顺的话我又开始像以前那样，现在可能是有点害羞。瘦了很多，没有吧？好像胖了一点吧，我也不知道，我看不出来。让人压了几个月，这个叫什么的？我看一下。这个叫水的，你咋就这么过分呢？你都48岁了，对不对？你咋这样说话呢啊？我刚开始开播想温柔一点，你就非要这样，老是这样，老是这样。
你说你就算你知道又能怎样，对不对？你不甘气，对吧？老是讲这些男女之事儿，在我直播间里讲男女，讲男女啊，老是很有什么可讲的吧？我刚开播，你可以说点其他的。老是说他压你的，你在压他的，就像你这说的，好像公鸡刀母鸡，母鸡刀公鸡一样，对不对？有啥可压的嘛？老是讲这一出，我真的是。脑壳里面就这些了，你换个颜色不行吗？啊，老是整这样。我气死我了，刚开播，今天是首秀，虽然说人不多，对不对？1000来个。啊，就显着你了，老是讲这些。说的我真的是老伤心了。对不对？有啥可讲的吗？又在那说，又在那说。你有本事你就那啥他，他要是有本事就那啥你，对不对？讲来讲去的。又急眼了，没有急眼，太过分了，说话。很久没有直播了，对，最近生病了就没有直播了。魏哥，你说话那什么一点，你说话那啥一点。谢谢随心叔叔，随心叔叔最近我没开播，一直在关心我，但是我私信有点多，有的时候身体又不舒服，就是没有怎么看抖音。嗯嗯，假生病吧，你说我假生病真的是，我不开直播你说我假生病，我开直播你又说我开直播捞钱来了，那我怎么做嘛，对不对？是北京老头给你盖的房子吗？一半吧，有一半是吧？没办法，你挣钱了你不可得给家里盖房子吗？对不对？你挣点钱都霍霍进去了，就这么点钱全给盖房子了。瘦了有吗？可能稍微瘦一点了吧，可能你们很久没见我直播了，现在生病好了。介绍一下新家，嗯，就是几间小平房，小平房。对，喜欢小赵哥姐们可以就不要给我刷礼物哈，就给我送一颗星星小红心就行了，嗯，给小赵点点赞就好了。谢谢叔叔阿姨。欢迎清新姐，对，给我刷一颗星星，让我知道知道有多少人喜欢我就行了。你们也不要去给我刷礼物，嗯，我现在怎么说呢？我现在小昭也不靠礼物了，我不想那个样子了。我承认我以前，嗯，刚开始播的时候我不太懂，就是打 PK 别人给我刷礼物，也我这房子我也确实是，别人给我刷礼物挣的钱，所以说我现在就不想了，就想。做点就是正能量的事情，又能帮助别人，然后自己又能赚点，就现在就不打 PK 了。你得让大爷过来看看大爷给你盖的房子，跟大爷怎么说呢，嗯，他好就行了。对，可以给我点点赞就行了，点点赞，对，刷颗小星星就行了。这
个叫高的，你不要老是在这儿去瞎胡咧咧，行不行？什么下面病啊？你怎么老是这样说呢？那谁没有点病呢？对不对？那你能就能保证，说句不好听的，就算我没得这个病，那说句不好听的，你就没点什么小炎症，那玩意儿有点什么小炎症之类的嘛，对不对？每个人怎么说呢？不可能没有不生一点病的，你没有必要，你老是在那去瞎说，对吧？有没有又不长在你身上，又不怎么地的，又不染给你，老是操那么多闲心，裹得这么结实，你都非要想那一事儿，不对，你就非要去想那样。我又没有说，哎，我把衣领露到肚脐眼了，我又没有说去怎样去怎样，这脖子都看不见了，你还在那去讲吗？现在怎么说呢？生完病好了之后就好好努力就行了，努力，好像演讲一样，呵呵，好好努力就是直播吧。人红是非多，我不红啊，也不红啊，人也不多，都是铁粉，还有一些铁粉跟一些小黑粉。欢迎蚊子哥，欢迎你们走到我直播间。你爸找到了吗？说句不好听的，我爸都被老鹰给叼走了，都，对不对？一面儿都没见过，做梦在梦里都没见过，更别说人了。很久没看见我了，我没有直播了，很久没开播了。我妈呢？春玲姐姐，我妈在家呢，在那边呢。我妈身体也不舒服，然后最近也陪她，就没有直播。谢谢强子，不要给我刷礼物了，别刷了哈，蹲在你直播间不走了。你刷，反正你们刷我就挣点，真的。你们刷我就，刷10块钱我就挣5块钱，因为你们刷的少的话交的税也少，刷的多的话就交的税多。5块钱的刷10块钱的话税就很少很少。谢谢猴哥，谢谢8443哥哥，别刷了，怎么回事啊？你们给我送一颗小心心，点点赞就行了。看，不要去刷礼物了。最近有口罩都很那什么的，钱都不好挣。啊，生病了可能就收一点了。欢迎叔叔阿姨。欢迎你们。不知道说什么了。房子都给你刷出来了。我是为啥不让你们怎么说呢？现在不打 PK 的，不要礼物了，就是因为礼物的事儿。我说句不好听的，就是因为礼物的事儿，让我到现在为止，我都心里就有点那什么。那别人给你刷礼物，我肯定想要，对不对？那刷完礼物，你线下你不得就聊两句？你哎呀，挺难的，真的很难。啊，我不说了。对不对？那别人给你刷礼物，你私底下肯定也要去怎么说，聊两句。今天说要见你，明天要说让你去北京的，对不对？那到时候朋友都没得做。谢谢猴哥，谢谢红军哥，都是我的铁粉了，都是我的老粉了。你家有别墅？你不要说了，强子，我不可能会嫁给你的，你不是我喜欢的那么回事。谢谢谢谢猴哥，谢谢猴哥给我刷的礼物。越来越漂亮了，可能又长大了一岁吧，又长大了一点点一点。其实别人给你刷礼物刷的呼呼的，实话就是你收礼物收的挺带劲的，一到他要去，让你去看他，
到这份儿我就犯怵了，也想多薅一点羊毛，实话就是这样，对不对？我虽然说我不是专业打 PK 的，你们也都知道，我下播的时候又打过一两把，虽然说也不是专业的，但毕竟是在这行，也懂一点，对不对？嗯，就能薅就咋说呢，薅一点嘛。那非要去见面，见完面不管怎么，得到了还是没得到，都不会再刷了，就这么点回事儿。然后就说，哎，我今天身体不舒服，明天又这个那个的。那人家都是做生意的，人家也都是大老板，对不对？你今天你说你腿断了，你明天你说你那，你还能说你胳膊断了吗？不可能的，你唬得了一次两次三次四次，人家又不信了，对不对？所以说就闹掰了嘛，就各种黑，那我心里也挺不舒服的，对不对？实话就是这样，不是不想收礼物，我是我要不起啊，也想要，谁不想要，对不对？但是就因为这事儿，这房子盖好了，人对不对，人家也不来了。生了什么病，就是有一点起各种很多病，说句不好听的，我身体又不舒服，然后又你们也都知道，我之前天天跟土打交道，还有点小夫妇磕磕病，来来复复反反复复的去感染，实话，然后又加上要吃又这药那药的，有些你吃完这个药，然后那个药什么妇科药就不能吃了，所以说靠自己的抵抗力就是所以说好的很慢。去年直播又天天跟土打交道什么之类的，又得上了好几种，之前没有当一回事，现在全部那什么了，现在刚好一点，可能被那个病给折磨的就瘦的，没关系，现在好了，哪都好了。你什么妇科疾病不讲了吧？女孩子是不是直播间里的姐姐们阿姨们都是也会了解一点的，就是什么念珠菌呀、啊、什么。哎呦，不说了，就什么鬼的。实话嘛，因为我又不会才艺，我又不会唱歌，又不会跳舞，我再不跟你们说点说点自己的事儿，对不对？那一点，那还有什么播的吧？真君，哎呦，能生孩子就没事儿。哥，你这话说的，也对。谢姐姐阿姨们，可以给我点点关注哈，可以给我点点关注。现在好了，对，欢迎你们走到我直播间里，欢迎姐姐们，咱先上来一点了，我很久都没有播了。大哥赔多了，用户你怎么老是这样胡说呢？说句不好听的，一天能接几个，对不对？天天陪大哥，天天陪大哥，大哥也不勒我呀，我长得又不白又不好看，对不对？你在直播里面说句不好听的，由于几千人看也算是那个小网红，你在现实生活中谁认识你？没有人认识你，对不对？那人家大哥还稀罕我呢，在网上他给我刷点礼物，对不对？一有的是要牌面，二呢就是好玩，人多好玩，对吧？你去找大哥，大哥还不愿勒你了，对不对？我咋就这么能耐，天天陪大哥？对，欢迎叔叔阿姨姐姐吧。两个月没播了，三四个月吧，三四个月没有播了。欢迎你们，真的我挺开心的，我一看到你们的话我就忍不住的就有点想眼睛酸酸的，真的。也我看到你们在为我就是说话，我看到了你们每一条留言我都看了，就可能私信有的时候太多了，就是看不过来，你们也不要就是因为我
就是别人也去骂你们，知道吧？对，姐姐们扣个一，哥哥们扣个二，好不好？我看有多少哥哥，有多少姐姐。对，没给我点关注的叔叔阿姨，也可以给我点点关注哈。我现在又直播了。啊，还有姐姐也挺多的，阿姨们、叔叔们也都挺多的。谢谢谢谢你们给我点赞送的星星，谢谢。我看到你们了，我看到你们就是跟我互动了，我看到你们了，你们也不用为我担心，我也没有什么大病，就是现在有点病的话，我也养好了。你们不要担心我，好吧，不要担心。咱们给榜上的叔叔阿姨点点关注，点点关注。你总不出来就担心我啊，我觉得生病了等好了再去给你们直播吧，我也不想去卖惨，我一点都不喜欢，我不想怎么说呢，我生病的时候去医院的时候给你们拍视频，我希望我展现给你们的都是那个活泼的小招，我不想给你们展示我的不好的一面，因为我想就是带给你们不管是怎样是希望带给你们开心的一面，我觉得身体等调养好了然后再去给你们播，所以说就没有发动态。我的牛呢，虽然说我的名字叫放牛妹小赵，但是我是以前放的牛，现在就没放了，你们也叫习惯了，所以说我就没有改。嗯，北京王大爷呢，他嘛，他破产了是吧，就是手头有点紧，他现在手头有点紧，欢迎你们走到我的直播间，真想看看你长什么样，就长这样，就长这样，黑不溜秋的，嗯，还驼背，还罗锅。其实我没有你们想象中的好，我不开直播，街上都没有人认识我的，所以说，就粉丝稀罕我，我线下没有人稀罕我的，所以说我很享受开直播的时候，不管是挣钱的时候还是不挣钱的时候。变白了，可能是捂白了，最近就是挂吊针啊，挂吊针了，前几天可能就是也不出门就捂白了，脸蜡黄，也没有什么好东西补吧，医生建议我，他说你多买点阿胶去补，叫什么女孩子知道叫阿胶，东阿东阿阿胶什么，他说让我去买来补，哦哟，一盒好贵啊，千把块，我不舍得，我就心里想炖俩鸡蛋吃一吃，煮个鸡蛋也是可以的，没想到我开直播脸这么黄吗，我自己看不出来，可能是有点黄哈。对，你们喜欢小昭，给小昭送一颗星星，点点赞就好了，别给我刷大礼物啊。
不要说一些不好听的话，没事，做主播的话怎么说呢，好坏我都接受，没有黑粉也没有我的今天，没有铁粉也没有我的今天。还有很多人说我又没有才艺，又没有什么，不会唱歌不会跳舞，怎么这么多人看我。其实说句不好听的，说句实在话，运气比较好吧，真的。因为很多人又很优秀又很努力，可能就是我，你们眷顾我，然后呢你们对我好，所以说我可能比别人起步快一点。谢谢猴哥，对，你们给我刷一颗星星就可以了，也不要刷这么多玫瑰花，也破费了，一颗星星我就看到你们了，好吧。欢迎姐姐，欢迎哥哥。不盖个二层楼，二层楼盖不起，盖不起。还有很多人说，哎，我家里是盖别墅了什么之类的，没有办法，现在农村盖房子都是这个样子，就没有以前那种很传统的就平平的小平房，没有了，现在都是什么大柱子呀，像个小别墅一样。其实我一开始我也没在家，然后呢我爷爷奶奶又不知道怎么办，别人一盖就给他盖成这样了，然后钱越来越多越来越多，所以说到现在还没有盖好。盖一半我们几家几口人就挣点钱又接着盖，就是这样。黑粉都喜欢我，黑粉又爱又恨吧，应该这样说吧，也不是很恨吧。你是不是把你妈嫁新疆了？没有，没有，没有给我，就是怎么说，还没有找到合适的给她。我现在就是生病了，没有，整我妈的事情。但是等我好了，有合适的话，我依旧会让我妈去给她交朋友的。对，我妈有点胖，我让她现在就是，我一不监督她，她就要吃很多东西，又胖了。所以说我等到我现在生病又好了，我让他少吃一点，我就控制他的饮食，让他变得漂漂亮亮的，给他再新交一个朋友，这是我的梦想，给我弟能娶上媳妇儿，给我妈又能交到一个好朋友，就是我的目标。还有人说我操心的太多了什么之类的，我也没有办法，家里情况就是这样。注意身体啊，好。怎么这么温柔，也不像我的风格，可能是刚开播。哦，点赞已经十万了，哥哥姐姐叔叔阿姨，咱们动动发财的小手，给小昭送个小心意，点点赞好不好？能不能帮小昭先破个20万？对，点点免费的赞赞，给小昭点点。开始骂粉丝，没有，你们是粉丝，我就算我好了，就是我也不可能去骂你们，对不对？我要是骂你们的话，你们不黑死我？谢谢苏德墨镜，对吧？男孩还好，心情怎么说呢，跟男孩就是小黑粉怼两句还可以，女孩子不能怼，一怼完之后，我的妈呀，男孩子有时候你说他两句不得啥，有些女孩子就得什么了。所以说我直播间里就算黑我的一些小姐姐，我也不会的，我也不会去黑他们的，我也不会去回怼的。你不怼人我们不习惯，没有，我现在也不怼人啊，也不怼人了。
以前不是经常发脾气吗？有一点吧，那个时候不知道怎么播，就啊，可能就是那什么。谢谢谢谢你们给我点的赞，谢谢给我点的赞，给我送的星星。啊，有些日子没有播了，对，很久没播了，至少三四个月了。不骂人不好看，哎呦，刚开始嘛，你要让我酝酿几天嘛，对不？酝酿几天，刚开始我都不知道说啥了，我还骂人呢，对吧？三个孩子的妈妈，我上哪有三个小孩啊？等会儿就骂人了，我哪有杀小孩吧？真的是。很久没见我了，以为大爷养我了。我从来都没有想过，去让别人去养我。我觉得男孩子怎么说呢，还是靠自己最好。你靠男孩子的话，你靠山山会倒，靠水水会断，只有靠自己才最有底气，对不对？那我性格你们也都知道，我就强势一点吧，对不对？要靠别人的话。让我做到天天就是受气的话，我很累的，对不对？我怕我受不了，一下子给他给放倒了怎么办？对吧？我就直接拿药就对吧？那样就不好了。我不是那个命，我不是那种让男孩子就男人养我的命，对吧？靠自己的话。你要自己有本事了，什么样的还怕找不来吗？对不？我是这样想的。有钱的话，晚两年再找也没有关系。挣钱是最重要的。眼里没有男人，那是。有心没胆儿吧？那谁不想谈恋爱？谁不想那拉个小手，吧唧一下小嘴的？谁不想？对不对？我也是个正常的女孩子，谁都想。但是有心没胆儿，还是专业搞钱吧。幻想过，你们问我，如果说想不想男人，就是谈恋爱什么，想不想男人？想，实话就这样。我今年都二十啷当岁了，二十多了，对吧？再过几年就奔三了，一个正常的女人谁不想谈个小恋爱，对不对？我现在有心没胆儿，等到以后有本事了，对吧？啊，想找什么样就找什么样，这不挺好的吗？不是我那诚实，是现在社会太现实了。哎，你们老是说我，直播间里有没有姐姐，有没有阿姨，对不对？他们老是这样说我，我觉得我是很正常的一种心态啊，就想男人嘛，想是想，但是我没有去做啊。谢谢林先生，不要给我刷了，我流量不高啊。谢谢林先生。啊，这是你的新号吗？这是你的新号是不是啊？你怎么这么多号啊？我都关注你好几个号了。还有一个100多万的，对不对？还有一个，好几十万的，又有一个十几万的，又一个十万的，你咋这么多号啊？哦，不要给我刷了，我都不知道说什么了，很久没播了。林先生榜一，咱们可以点点关注。他是一个，小朋友，他也是个二十多岁的一个小孩儿。是一个富二代吧，是不是富二代啊？他很有钱，我见他就是财富等级每个号都很高。哦，你怎么给我刷这么多啊？你是喜欢我还是怎么回事啊？
不会吧，我是大人好吗？你才二十多呢，二十多。谢谢谢谢谢谢二哈哥，咱们给榜一二哈哥也点点关注哈。不要删了，不要删了。你跟林先生很般配哦，林林姐不要这样去说，我觉得我不配。他，我从来没想象过，会有富二代啊或者有钱的人去喜欢我，我不配的。可能榜一给我刷礼物，就是可能好久看我没有播了，就给我刷点礼物。我是不相信他就是啊怎样的，总算来个小年轻。谢谢傻丫头姐姐，咱们给傻丫头姐姐也点点关注哈。对，咱们可以点点关注给榜一榜二。怎么刷这么多啊？哦，你是主播是不是啊，傻丫头？哦，咱们也给他一点点关注，但是你给我刷礼物别破费了，因为我很久没播，流量不高也涨不了关注的，刷的话都浪费钱了。哦，不是主播啊。咱们给榜一榜二榜三点点关注。不知道说什么。你刚不是说我弟弟喜欢你吗？哦，你跟林先生认识是不是啊？你跟林先生榜一是认识吧？没有，我跟他开个玩笑。嗯，介绍一下最近干什么？我给你发个红包。嗯。我没有，其实怎么说呢，也谢谢榜一榜二榜三给我刷礼物，他们就是把我当成一个就是可能好久没有播的一个小女孩。我还驼背，真的我没有你们想象中的这么好，我还驼背，穿的衣服不明显，我都差腰快打拉到肚脐眼了，这实话。所以说我也没想过会什么有钱人会喜欢我，我只相信可能就是别人看到我只是一个小妹妹，就是给我刷点礼物鼓励我支持我。六十级很少见，谢谢榜一榜二，谢谢小姐姐，咱们给傻丫头小姐姐也点点关注。哇，六十级啊，你们的号都好高啊，六十级，谢谢随心叔叔，我很久没播了都不知道说什么了。看看真驼背吗？驼背，驼背。咱们给榜一榜二榜三点点关注。神豪大哥，六十几刷多少钱？好像很多吧，几千？哦，不敢想。李先生他的号很多啊，他加起来的话应该也好六十几吧，他有很多个号都是四十八呀四十七啊，是不是两千万？我的妈呀，你们怎么这么有钱啊？啊，我不敢想。有多少天没开播了？三四个月吧，三四个月没有开了。对，我所以说我来抖音上让我见识很多，接触各种各样的人也很多，所以说我挺感谢抖音的。大姐来了，六十级哦，很高。她帮助了小李子很多啊，我知道她经常帮助一些就是小妹妹，就是农村啊的那种小贝贝。这房子是你的吗？是我盖的，是我
花钱盖的。花了几万块钱，然后我爷爷奶奶又对一点。不知道说什么了。对，你们喜欢我的话可以给我点点赞，点点关注就好了。哥哥姐姐叔叔阿姨不用破费了哈。一起卖惨，我没有卖惨，我要是卖惨的话，我这几个月我在医院里面我就给你们拍视频了。因为我不想让你们见到 我那么憔悴的一面，因为我每次直播都是活泼的，所以说我不想给你们展现不开心的一面，所以说我好了才播的。医院里面生娃，我医院里面生娃怎么会这么快呀、对不对？我在河南，对，喜欢我的话也可以给我点点关注哈，点点关注。什么病？好几种，好几种病。都是小病，慢慢的就不看，因为你们也都知道，在大医院就看病都要一天，我就懒，我就不想去，每次都是在药房里面买点药就糊弄一下，然后没想到就严重了，什么病，都有一点儿吧。小昭父亲找到了吗？没有，没有找到，被老鹰给叼走了。都好几年都没见到人了，都习惯了。我现在我都不知道我亲生父亲，长什么样了。但是我会继续努力的，把房子，就算我开直播，我爸不在家，我照样就是，靠我自己的努力，靠我们爷爷奶奶的我们的努力，把房子能给盖起来。我觉得我们也不比别人差。所以说没他的话我们也跟正常人一样。谢谢强子，不用给我刷了哈。我现在的目标就是，叔叔阿姨哥姐们，我现在的目标就是给我弟就是娶上媳妇儿，然后呢把房子盖好。以前的破家具都不要了，你们也都知道我以前的家具很破的，给我奶奶爷爷换个沙发，换一张新床，换个新柜。这是我的目标，当然也快实现了。然后给我弟娶老婆。第三点，给我妈，我妈胖，我妈，我爸这几年不回来，我妈也不找个伴儿啥的，我让她找个伴儿。我妈胖，她没自信，她也不想找，就说想守着我跟我弟，我不愿意。现在我生病我好了，我就要监督我妈，让我妈就瘦一点，打扮的好看一点，然后呢给我妈找一个伙伴，找个朋友。对，这是我的三个愿望，第一是房子，第二是给我弟娶老婆，第三是给我妈找个好朋友，第四的话多挣点钱吧，自己给自己找个爹。你们我知道很多人都在说小昭，你这样的话会不会对不起你亲爹？我不会这么想，我不会，因为我现在过得很好。我就想让我妈交个伙伴，就是让我妈也开心一点，对不对？如果说有合适的话，我妈领到家里边，我都会祝贺，对不对？我这些的话，我不会去在乎我亲爹的感受的，因为他这几年不回来，在我的心内心里面，他已经狠狠的伤了我的心，伤了我们全家的心，所以说。他要是回来，还有人说，他要是回来把你给揍一顿怎么样？我就报警。放心吧，叔叔阿姨哥姐们，我都想好了，谁也不能欺负我妈。就是这样想的。你们不要笑话我，这是我的目标啊，我想慢慢的要去实现的，要是有机会的话。谢谢笑笑，笑笑不用给我刷哈。对，笑笑也是我的好朋友。咱们可以榜一榜二榜三都点点关注。谢谢林先生。是一个27岁的，他很年轻的一个小哥哥。
榜二的话是个小姐姐，但是她是个富婆，是个富婆，也很有钱的。你爸揍我了怎么办？那你也报警呗，对吧？苦谁都不能苦自己，你报警呗，你怕他干啥呀？我25，好年轻啊，25啊，他资料上面写的26啊，也很小啊，在我眼里，30岁以下的，好像我觉得我跟他们的心态差不多，所以说我也觉得他们很小。强子，你不要在那说让你做你女朋友，今天这么多人支持我，你非要在底下让我做你女朋友，我跟你在一起我能讨到啥吗？对不对？你老是说嫁给你，跟你在一起，跟你在一起，我跟你在一起，我不是我说你强子，我3天能打你9顿，你信不信？我一看我都知道咱俩不合适，对不对？哪个男人不想找一个老婆把他当成那个雄风一样的那个雄鹰啊，对不对？我在你在我眼里我都把你当个小鸡儿，就是那种的感受，你知道吧？不合适就是不合适，对不对？你跟我在一起，我把你吓得一点男人尊严都没有，对不对？没不行的，一个男人没有男人尊严的话不是很惨吗？对不对？你要找个比你更软的，你俩在一起才会过好。像我这么强势的，我说句不好听的，我跟你在一起，咱俩的以后我都能想好。我打一个电话，我说强子给我回来烧点猪蹄儿，你立马不管你是在干什么，喝酒还是打牌打麻将什么，你信不信你立马都能跟我回来。我都把你能把你给我有100%的自信能把你吓成这样。所以说不合适吧，你老是在底下，就今天人多生怕谁把我给抢跑了，一直在刷屏啊，刷屏没有用啊，你就算你这样小心眼儿也没有用嘛，对不对？对，你们来到我家，我给你们杀鸡吃。我们家养了很多只鸡，很多只鸡，公鸡跟母鸡分开了。公鸡的话，它老是不吃食儿，老是想跟母鸡谈恋爱，然后就瘦。就是我奶奶就是把它们养大，等到我过几个月杀，过年留着杀呢。看看我家房子，呀呀。老是叫唤，欢迎你们老到我直播间，叔叔阿姨，对，也可以给我点点关注呀。去，别叫唤了，谈恋爱就瘦了，对呀，人也是，有的人也是一样啊。谈恋爱的话就瘦嘛，鸡也是一样。有去家里就我一个吗？我爷爷奶奶干活去了，干活了，就是干天工啊，天工一天50块，我奶奶一天50块，我爷爷在工地上面帮别人，就是盖房子的话帮别人抬水泥，会比我奶奶多一点。还有人让我就是去读书，不读了。我以前上学的时候6门加起来就考了200多分，你让我上学还不如让我多打点工呢，我学习不好。不要在我直播间里讲什么红浪漫，什么让我跟你去红浪漫，我咋不知道我什么时候跟你去红浪漫了。啊，对，我很久没有播了，喜欢我的话可以给我点点关注，点点关注，谢谢，谢谢叔叔阿姨哥哥姐姐们。你家的鸡卖吗？不卖，留着吃的，留着吃。因为还有几个月就过年了，养肥一点，等到过年的时候能多出一点肉，能多出一点。咱们给榜一、榜二、榜三也点点关注哈。宝一是个小姐姐，长得很漂亮，很有气质。90后，我
很有本事的。我要是像你一样有本事就好了。对，喜欢我的也可以给我点点关注，叔叔阿姨哥哥姐姐们，也可以给我点点赞。钟哥是大主播，我刷到过。你们来我家的话，我给你们杀鸡吃，叔叔阿姨。我给你们杀鸡吃，杀只公鸡吧，公鸡肉多，出的肉多。让我去打 PK， 我不打 PK 了，我现在打 PK 有阴影了。之前就是因为就是打 PK， 别人给我刷礼物，虽然说也把房子给盖起来了，但是也很累的。真的，你刷完别人给你刷完礼物，那对不对？那肯定啊，刷两天之后让你去北京找他。今天说腿痛，明天你说腿断，对不对？那后天你还咋说？你说不了了，然后就开始撕了，就说哎，小庄你我给你刷礼物，什么什么毛什么都捞不到，什么之类的。然后呢，就是这样，还要线下去聊天儿，什么聊完之后，让我去北京，实话就是这样吧，让我去北京，我说我不想去北京。他说你来北京，我请你吃北京烤鸭。之前有个大爷，也是我一个贵人吧，让我非要请我吃北京烤鸭。你们也都知道我抠门儿，我说你请我吃北京烤鸭，我去那儿顶多吃一顿，对不对？那吃饱了，这一顿吃饱了，那又不能吃饱带走，打包带走，对不对？我就心想，你给我悠点，你给我悠点不行吗？你给我悠一点，一大家子都能吃。他也不悠，他就非要让我现吃，他说现场吃好吃。你咋说？那有钱人，你说完这一句，他下句说就怼过去，回怼过去了。你大爷呢？就是因为这事儿，这大爷就不见了吗？第一次见到就不见了吧，对不对？那感情不是大爷，对不对？那不是大爷，哎呦，不说了，就是，哎呦，就是因为这些原因嘛，我就不打 PK 了。我没有团队啊，我真的是没有团队，我没有团队。那北京王大爷在不在我直播间啊？感谢你把我家房子给盖好了，我挺高兴的，参观一下吧。我住那一间屋，房子给盖好了，但是挺对不起他的，咱俩就毕竟不合适，真的。不管我跟你见不见面，90%的可能性，咱俩你都不会再跟我刷了，对不对？女主播都知道的事儿吧，我也不瞒着藏着，对不对？那男孩子怎么说呢？大哥得到了也不给你刷，不得到也不会再给你刷了，一般好像都是这样。虽然说我不是专业女主播打 PK 的，但是多少也是这一行的，也知道一点，对不对？那些没有得到还有点神秘感，每次想到哎呦这个女孩是我的心痛，是我的，对吧？但是算了，就不打 PK 了。房子多少钱？房子的话20多 W， 本来是10几 W 都可以盖好的。就人嘛，就像你们男人买车一样，男孩子女孩子买车，本来预算是20 W， 对不对？那别人说这个比那个又高一等级。就差那个几万块钱，你再添几万块钱，你就可以拥有一个高大上的东西啊，车了，对不对？一洗脑的话，你又开始加点钱去整那个了。所以说房子也是一样，预算超了，就盖一盖歇歇，盖一盖歇歇，又盖的挺豪华的，钱有点缺嘛，就是这样。两层嘛，一层。也谢谢林先生给我刷礼物，比如200万这么多。
很久没有播了。我妈妈，我妈，她不好意思上镜，因为我妈吃的有点胖。但我说胖别人也不会嫌弃你的，然后我妈就害羞，她就觉得她长得不好看，她就不愿意上镜。但是我会控制我妈的饮食，让她少吃一点，争取给她找一个有排面的，就是怎么说呢，找一个好朋友吧。我也胖了，有吗？好像胖一点点了。你爸找回来了吗？没有，没有。没有。榜一是二哈哥，咱们给二哈哥点点关注啊！给二哈哥点点关注。直播间里那么多人，不多，都是铁粉儿。你妈一个人，看看房子可以吗？好，我把杆给拿起，这个杆不稳，这就是就这样，就这样，这样给你们看吧，就这样。好看吗，叔叔阿姨？看，是不是很像别墅？好看，是不是？都是北京王大爷的，他给我刷一大半儿吧，一大半儿，那一半儿是众筹的，实话就是这样嘛。我不会说，怎样，我就是直播挣来的。没盖二层，没有，二层的话太贵了，一层就好了。我也是农村孩子，所以说我也没有多少钱，就盖一层，有个窝就好了。大平层，这叫大平层吗？你们说我挣钱，做主播的话怎么说呢，有些人挣钱，有些人也不挣钱吧。我也不能说我不挣钱，我也不能说就是我挣了很多吧，我也没有挣很多，就是就挣这么多，你们也都看见了，都盖上了，盖上房子了。对，喜欢我的叔叔阿姨可以送颗星星点点赞哈，欢迎你们来到我的直播间，咱们给榜上的也点点关注，也可以给小昭点个免费的关注哈。你太厉害了，没有办法，没有办法，我不努力的话，就是没有人，我家里就没有人可依靠了，没有办法，我已经习惯了，习惯性就是当家里的顶梁柱了，所以说没事，这些苦我可以吃。谢谢谢谢送的墨镜，谢谢雨华哥哥。结婚了？没有结婚，没有人，没有人那什么。没有人，对，
喜欢小昭哥姐们可以帮小昭就是送颗小星星做做数据就可以了，送颗星星点点赞就行了，不要给我刷大礼物了哈。今天有很多哥哥姐姐们给我捧场，我就很开心了。带货，我现在没有流量，没有流量，就是带不起来的。玩男朋友去了，我可没啥玩的，我玩那个玩意儿，就不。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有啥可玩的吧？我们这边怎么说呢？土家话就玩意儿，就是意思就是怎么说呢？口头话话伴儿吧，没有说是你们说的那个玩意儿，是它是那个玩意儿，你们不要想成那个玩意儿。哎呦，我不说了，反正就是，哎呦，每个地方的方言可能用词也不一样吧。下次我说普通话吧，因为我在河南就可能话伴比较多。哎呦，不要老是说这种话，山里娃，你玩个没有？我玩什么嘛？我玩，对不对？老是说我玩这，我玩那个，我咋就这么有本事？我天天啥也不干，我玩玩这个玩那个，对不对？你家盖房子了啊？盖了。成熟不少，还好吧？可能刚开播就有点放不开，可能再播一段时间就是以前那个德性了。这段时间生病了就没有播了。太冷了，过几天又是老油条了，也没有什么老油条吧？怎么说呢？哎呦，开直播肯定就是怎么说呢？多展示一下自己吧，应该是这样。怎么都在